他颜色也是跟他说的，没有深蓝色，不是深蓝色，深蓝色。啊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刚刚一录完，然后直接弹回去。我那边很丑，我脚又没怎样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到夜生活第一站。第一站要干嘛？吃饭啊。第一站来吃这个三大牛肉火锅，尝鲜看看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三大火锅店里面，各位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人超多，因为一秒定位，所以我们马上就有位置可以坐下。牛肉罩，它颜色比较深。它跟卤肉饭不一样，它是白粉来说，两盘肉都已经来了。刚涮起来的温体牛，炒牛肉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第一本现在要出发下一站了。下一餐一直回去。我们已经吃完晚上的火锅。哎，你们敢吃鱼肠吗？现在钟钟在强迫大家听慈秀的歌。一粉今天已经听了好几首了。一粉今天第一次认识慈秀，被钟钟逼得狂听，一直放。你们坏哎！现在不想听，你自己不喜欢把人家拉。我也不喜欢哦，我觉得慈秀很赞。好好听一点有活力的这首，对，他就是有活力，然后你这个就很有活力没？很大声啊！哎，他真的很坏，一直叫我关他的音乐。对，刚一文是说你们不是要打游戏吗？你们放游戏的声音就好，不要放这首歌。放游戏的声音就好。哎，你们太坏了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针对谁的歌，我们现在不想听音乐。那我们现在来放瘦子的歌。不要！你看我现在是这样。想害我。出门前硬要先洗澡的人，我也爱洗澡。因为今天拍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变得很喜欢洗澡。哎，没有。台南的夜生活就是回到宿舍之后，还是会打开手机叫外送。你现在手机画面是什么？手机的画面是什么？是美食地图。